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。突如其来的空袭爆炸，让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陷入极度恐慌。好像是炸弹的声音。柱子。走。皇上，是空袭警报。皇上，快快叫刘太监把皇后安顿好。好，大林，快去房屋洞，快把门打开。这，玉琴，玉琴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玉琴，快快快！怎么回事？空袭警报，炸弹，快！主子慢点。主子小心，快快，这空气上车。苏联队大日本帝国宣战了。啊？这么说，白天的炸弹是他们扔的？是。我已经接到了关东军的指示。什么指示？关东军司令长官还要请皇上为敢死队送行。在哪儿？明天白天就在院子里。皇上，嗯，玉琴来了。啊，玉琴，来，试试。皇上叫玉琴是什么？打枪啊。玉琴一定不会放枪吧？皇上要玉琴学放枪。啊。玉琴不学放枪。为什么？玉琴为什么要学放枪啊？苏联人跟日本人开战了，咱们不能不有所准备。皇上都不杀生。难道皇上要教玉琴杀生吗？你不懂，不杀生不等于不自卫。你看，朕为你选了一把布朗宁，跟玩具似的。嗯，这是扳机，这是枪栓。嗯，这样一拉，子弹就上膛了，一扣扳机就可以响了。试试，把枪举起来。哎，枪口不能对着人。
皇上，玉琴看不清靶心。那么大的靶子看不清靶心？哎呀，玉琴还是不学了吧。顶着门的。哎呦，皇上，玉琴真不想学。万一真遇上苏联人怎么办？那玉琴就跟着皇上一直到死。好吧，有朕在就有你在，不学也罢，你就听个响吧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日本人开始撤离新京了，现在外面满大街都是日本军队啊。关东军那边呢？关东军司令部也在往外拉东西呢，车辆、骡子马拉着人和文件箱都在往外跑呢。他们没有通知苏俄号撤退吗？他可是贵族啊。没有，皇上，日本人要跑却没通知咱们，这不是明摆着想甩掉咱们吗？咱们跟他们可是亲帮啊，还说什么一心一德？日本人败了，他们就跑，可咱们怎么办呢？往哪儿跑啊？皇上身边的护军早就让他们给撤完了，我们的安全怎么办？苏联军队已经离新京很近了，咱们跟了日本人这么多年，如果他们战败了，咱们绝对脱不了干系啊。再说。在说什么？再说，如果日本战败了，会被送上法庭。他们肯定怕咱们提供证据。你是说，他们有可能对咱们下手？皇上，请尽快拿主意吧。节约用挂，去关东军司令部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皇上，皇上，日本人可都跑了。刚才奴才在尚书府办事，看见日本人都跑了，只留下一个班的宪兵，剩下的都坐大汽车跑了。知道了。皇上，苏联人很近了，这儿不能再待了。严同江，这，去，叫小瑞他们带着枪，到直秀轩等朕。这，回来。皇上，把没用的人都遣散，预备好车马。这，普杰，在，你回去收拾东西，然后回宫来。这，可是皇上，现在。我们往哪儿跑啊？让你收拾你就收拾，总不能等死吧？遵旨。接关东军司令部。哎，你们几个，哎，快点！还有你，大总管啊，起来，干什么？什么苦都能吃，你帮我留下吧。好，有你，过去吧。别急啊，人人有份儿。关东军司令的命令，我的执行的必须。这是背叛！我满洲国支持圣战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十几年，不能一见着危险自己先走人。皇帝陛下，
你一定误会了。我的不走，我跟皇帝陛下一起共度难关。你回来干什么？关东军如何安排？朕怎么安排我？计划？关东军决定同华帝撤退，大日本帝国天皇同华帝飞去，日满已得一心，胜战到底。天皇也去通化？皇帝陛下，我奉命通知你，马上做好准备，今天晚上就出发。那你呢？我先回司令部，我的部下的撤退，我的安排，晚上回来接皇帝陛下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首饰盒得收起来，新民忙着收拾，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收吧。哎，这，哎呀，来，给雨晴。皇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说皇上让雨晴收拾东西，咱们去哪儿收拾什么东西啊？你来看，日本人都已经撤走了。啊，撤了？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宫里待不下去了，咱们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苏联人要来了，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去通化，也可能去日本。吉冈安直到关东军司令部去了，据说日本天皇也要去通化，要坚持下去。皇上，多带点什么呀？贵人没主意，我们也做不了主啊。金银财宝随身用物。这，那这屋里的东西。朕不是说了吗？金银财宝随身用物，其他的你自己做主吧。朕还忙着。哎哎，皇上，皇上，来来，小心点啊！接着，哎，我爹妈怎么办呀？
严冬江，这，皇后那收拾怎么样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派人安排好了，那有刘太监在那盯着呢。好。皇上，奴才想。想什么？快说，这会儿没工夫瞎等。奴才想回家一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老婆孩子的？皇上，奴才是皇上的人，可奴才的老婆孩子是奴才的人。 皇上，你吩咐奴才收拾的东西，奴才都收拾好了。奴才知道这次跟皇上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奴才去去就来，绝不耽误。那好吧，谢皇上。快去快回。谢皇上。啊，燕随侍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快走吧。啊，我走了。把家安排好啊。好。 怎么样，收拾的怎么样？皇上，回皇上，全都收拾完了，加上粗重的行李，一共是74箱，其中这12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比较贵重的物品。嗯，你们赶紧回家收拾一下，尽快回来。就，普杰，皇上。 一定要把撮号也带上，明白吗？这，回家收拾一下，快去快回。哎呀，甭管了，就带这些简单必备的东西，不能拿了就别拿了，快走吧。天气都冷了，孩子们的衣服不带那怎么成啊？哎呀，走一步说一步，啰嗦啥呀？哎呀，那到时候我可不管啊。我跟你说啊。 皇上可说了，这可是非常时期，不能离开左右。家里的事儿，不许找我。俺人生地不熟的，俺不找你找谁呀？我是皇上的人，怕你是指望不上了。要是这么着，俺就不走了。你就是舍命不舍财。去炕去。 坏了，赶紧的，来不及了，我得保护皇上。他爸，他爸，他。
日本完了，满洲国也完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我是满洲国的玉帝，还是日本培养的军人，我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。你不能，你还记得东京大爆炸吗？你还记得当时你是如何的镇定吗？那时候你是我的骄傲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有我，还有孩子，否则你就不是我的丈夫。皇帝是你的兄长，他还在等着你，我们必须要活着。拜托你了，在这样一个不安的夜晚，溥仪清醒地意识到满洲国的末日就要来临了。李玉琴看着溥仪愁苦的面容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他想请求皇上准许他回家与父母兄妹告别，可终于没有敢开口。旅眷们到了，快点接进去，再空袭就走不了了，快点。御用挂人呢？狄氏御用挂现在在关东军司令部，也可能回家去看一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满洲国的七处大臣们怎么办？皇帝陛下，我就是奉命来接皇亲家属的。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安排，大臣们已经到了火车站，请陛下吩咐下面把行李都交给我，然后送他们去火车站。那这怎么办？皇帝陛下需要等候御用挂亲自安排。严同桥，奴才在。奴才在。你带皇家亲属们跟大田先去火车站，这留下福贵人、内廷学生、大理还有二魔跟着朕。这还愣着干什么？皇上，皇后娘娘随皇上一驾吗？朕都把她忘了，你先带她走吧。这咱们到通化见。这奴才明白了。站好站好站好，看你的倒霉相，站好了，快站好。往上搬，来，坐过来。你先走吧。接着接着接着，路上当心点啊。往里往里放，我会想你的，别怕，啊！二姐，快上车吧！快点，快点！二哥哥，快快快！皇后怎么没来？二哥哥，人一上车马上就走，请二哥哥放心吧，我忙着呢。快点，快点！皇上，运河给皇上有礼了。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都这时候了，大家都免礼吧。诸位要受苦了，诸位跟朕走了很多地盘，到新京的时间最长，已经有十几年了。这十几年，朕没有当好皇上，以至于有今天的搬迁。大家不要担心，这次去到通化，亲邦在那里建筑了宫室，军队也在那里住着。天皇陛下也要到那里跟大家在一起。
打仗嘛，就是这样，一会儿向东，一会儿向西，大家都经历过。都振作起来吧！天皇陛下万岁！天皇陛下万岁！满日友谊万岁！满日友谊万岁！好了，上车吧，朕在这里送你们。皇上，二哥哥、三哥哥，你们先走，朕随后就到。皇后这一路上，你们就多担待吧。这，尹同江，这。路上带的福寿膏够用了吗？回皇上，连药库的东西都一块拿走了，娘娘够用。好，你去吧。这，皇上，准备出发。我们先走。去吧。皇上您多保重。皇上，奴才告辞了。走，上车，上车。慢点。快上车吧，我跟皇上一块走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快！快点，快点，那边上，那边上，上上上，快点，快点！皇上，皇上来了，去客厅了。喂，只顾逃命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皇上，大林。奴才在。备车，咱们准备动身。皇上，大田可叫咱们在这等御用挂的。等什么等？再等就让苏联人俘虏了。快去。这。皇上，咱们真的要离开了吗？那还有假？皇后已经先走一步了。你让周妈把东西收拾好，搬到广间去。朕一会儿叫人来取。一会儿你到机器楼去，准备动身。玉琴知道了。
主子，这可使不得，您要是扭坏了腰，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。没关系的，静喜，你和我一块儿去吉西楼，周妈，你在这儿看着行李。阿哲，吉刚这个老滑头，说今天出发，快12点了，连个人也不见。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也不交代一下。皇上，您先别急，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太单纯，你不懂。皇上，干粮准备好了，快拿进来。大林，你去盯着点，吉刚一来，马上通知朕。他要是不来，12点准时出发。这。皇上。吃。皇上，姬刚来了。你小子可来了，电话不通，打关东军司令部也打不通，打你们家也打不通。请皇帝陛下马上动身。皇上，走。能和福贵人一起走，是二嬷的福气。我们都托皇上的福，上车吧。您快上车吧。哎啊！转眼之间，夜色中这座伪皇宫变得空无一人。李玉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，就像3年前一样。那时，15岁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由于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皇家女人的离世，命运将她与溥仪连在一起，使她这个出身平民的普通学生，成了伪满洲国最后一任皇妃。树上小鸟啼，江畔帆影翳，翩翩云霞停留在天空间。闺女，哎，来，把这个带上。这什么呀？玉米饼子呀。哎呀，我吃饱了。给你家奶奶的。那你不早说。哎，妈，我走了啊。等会儿。干嘛呀？秀梅等不及了。坐着。哎呀，坐下。不说了。又重新梳头，梳小辫多好啊。妈今天呢，给你变个样，比小辫还好看，是吗？哎呀，俺闺女这头发呀是又黑又亮的。嗯，跟妈一样。来。嗯，看多好看。我看看。等着啊，看看。好看。好看吧。妈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等你好半天了，刚写完作业。
王奶奶，你猜我是谁？是玉琴姑娘吧？是啊，王奶奶，我看你来了。哎，你闻闻像不像？我妈让我给你带的玉米饼呢，可好吃了。哎呦，这么金贵的东西，你们留着自己吃吧。哎呀，你吃吧，我爹馆子里多的是呢。你吃。奶奶，我要跟玉琴出去玩去了。奶奶，你赶紧吃，我先走了。快去吧，哎，早点回来。哎，知道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奶奶。齐家并屯，军队的越来越少，老百姓的不好管，齐家并屯，集中集中地顶好，好吧。怎么？还要从王爷庙抽调6000劳工，军事工事的必须尽快的修好，这样人少也就不怕了。好吧，朕明天就着人去办。有刺客，请皇帝陛下马上回宫。大林，快撤！快，走！刚才怎么回事？好像又是冲着关东军司令去的。哦，这可是关东军司令第二次遇险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有刺客！不许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干嘛的？我们是南岭女子学校的学生。学校学生晚上不回家睡觉，干嘛呢？已经那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外面？我们才看完电影。看电影？李山兰的电影。怎么回事啊？真是撞见鬼了。双手长相。
上了。